音乐要不要先关掉？把它关掉。等一下，把它关掉。今天我是下次来打掉，那你再来打。对，下次来报。好啊，那要先报吗？对，一定要先报。在这边报吗？群组上面或我们的 LINE 再直接联系我。Thank you.
没关系啊，因为他可能在很忙，他第一次结束，所以他都写了，他不是。我们看好再多事情，很多事情。Thank you.